好，我是 Masa。 这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非常清爽的煎猪排，它叫 Butano Koso Yaki Wafu Apple Sauce， 然后中文是香煎猪排和风苹果酱。因为现在季节是很闷热，如果各位没有什么食欲的话，这个料理可以试试看的。然后这一次我会用两个锅子来做这一道料理的。这个平底锅就是那个萨摩斯的平底锅，然后它是不收干的。那这个锅子的好处是因为有盖子，可以预防很多油喷喷出来的情况。然后这边有水平锅，多用途的，所以你要穿烫菜、做味噌汤，还有做煮物，用这个锅子非常方便的。好，那这一次我来用这些锅子做很好吃非常清爽的猪排料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，那我来先用这个平底锅来煎肉。那我每次都看这种不收干的锅子，就很喜欢的部分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漂亮的银色，就漂亮的。然后这个还蛮好拿，然后像这个方面也是蛮容易放过来的样子。然后它没有这种铆钉，直接用完，然后洗东西也是蛮方便。那我来做，用这个锅子来开始煎猪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用这个锅子雪平那边水平锅来做酱汁。用这种锅子来做酱汁是非常适合的还有炒东西也是很好做，因为这个把手就蛮好方便，食材放进去然后炒一炒，然后加一些液体，然后做这一个酱汁也是非常好做的。OK， 这样就非常好吃清爽的样子完成啦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猪肉跟苹果是一个很好的组合，像这样子苹果弄成泥香香的样子煎起来的猪肉混在一起非常搭配。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做做看，谢谢。